想了半天，你有点乱，我操！那按这个逻辑是，邱可爱刀了朱大强，然后团哥刀了邱可爱，然后秀才哥又刀了，哼，想装警长没装成，他才是真正的警长。游戏结束。我是一个挺好的人的，标的一啊，听你归票。首先我分析了一下这个逻辑，首先。谁是谁看到了？是朱大强，啊、是、他两位双狼，是他是在左边看到了、图书馆那个位置，我们一直在那。他然后你们这个情况就是说，到他一个刀一个，然后那个刀这个，他装警长到他真正的警长出手了，啪，结束。也就是说，那个秀才哥怎么聊吧？不对呀、啊，我有点懵啊。不，他大萌说秀可爱刀了朱大强。然后团姐刀了秀可爱，然后秀才哥又刀了团姐。那在我的感觉啊，肯定是秀可爱是一个狼或者中地刀了朱大强。我操！然后呢，科团他是一个是一个警长，然后秀才哥又是一个狼啊，应该是这样吧？马老师投票了，不知道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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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猎鹰。哎呀，我都对捞的嘛，给你们讲一下。是朱大强刀了修可爱，然后名侦探科团刀了朱大强，然后毛大谋直接刀了名侦探科团，然后直接拍警报，然后猜我说我刀人，什么眼神啊啊！那出直接出王大谋，游戏结束了，过了。刁德一发言，游戏结束了啊！哎呀，这把很简单的、啊，这个等一下。这个啊，是上来大强到了心，修可爱到了大强，科团到了修可爱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秀才到了科团，这里面的心理博弈逻辑是什么呢？心为好，大强正好看到心落单，要去刀他，这个时候修可爱看到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朱大强，你在刀仙，我是警长，我是警长，我刀你。不对呀，都有鸡腿啊！等一下再捋一下。朱大强为专业杀手，刀到了一个好人仙。专业杀手刀到了一个仙。专业杀手刀到了一个仙。然后，猎鹰，修开装警长刀朱大强。”然后真正的警长是科团，一看，哎，好嘛，直接出手刀到了一个猎鹰秀凯，然后秀才在旁边愣了大概五秒钟，不行，我来装警长，啪，刀到了科团。那不对啊，三个尸体，我操，等一下，三具尸体，这三个尸体都有，说明什么呢？三个尸体都有，就说明没有专业杀手嘛。哎，很奇怪，我操！这么戏剧性的一幕吗？我的天！猎鹰是在秀才这。这个身份，说实话，我其实打的还挺凶的，这个身份。大毛有没有身份？啊、白板鹅。哎，你白板鹅别跟着我嘛，别跟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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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跟着我，你等会儿我就。我有。哎，好。我来的。科团。我来的那么勇敢。科团。嗨。我。想。修可爱没必要，修可爱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修可爱，修可爱，我没看见，修可爱，修可爱，我。好、嗯，嗯，哦，哎，牛逼！我说实话啊，你看啊，首先，修可爱往下看看，刀了朱大强，这时候科团他反应这么快吗？然后你修可爱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修可爱，修可爱，我。
去，你搞什么呀？我做什么呀？我当然要跑了。你跑什么呀？怎么直接送了虎口啊？这么戏剧性的一幕吗？我的天！猎鹰是在秀才这，我没看到，真的可惜了。就是秀才哥，结果全对，问题不大。果然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下一刀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有点对不起我这个身份了，我。哎，为什么你们都涂了？被谁杀的？不是你们，为什么你们秀才啊，猎鹰啊？哎，为什么你们都涂了？因为他们都带刀啊，就这几个带刀了。因为是秀才的呀，因为就这几个带刀了。对呀，因为就是没有没有刀位的，没有刀位的呀，就他们几个。哦哦，对呀，哦，算没刀位了。我听盘的，我想笑。你盘的盘，我听你盘了半天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秀才一头，好好，秀才哥。没到位了，没到位了。干嘛了？就很棒。